先生，我赶着去开会，可以借你的伞用吗？可以可以。哎，谢谢，我叫陈嘉根，你方便给我你的地址吗？我将把这雨伞还你。我就在。我们听，我们听，干杯干杯。哎，东西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东西在哪里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东西在哪里？我真的不知道啦，不要问我，问大家弟。哎，老板。你们谁会读英文的？我们真的不知道。我们听，我们听。你要找谁？我找李先生。进来，进来。李先生你好。沈先生你好。你懂得怎样读英文啊？我是受双语教育的。哦，那正好，我这有一份英文的文件，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太谢谢你了。这是讲